周公讲天琴第二期。那么天琴系列产品的串行设计主要包括哪些？首先我们看这个主机的结构设计啊，它是一个立式的垂直式的结构设计，相对于卧式的机头，它的动平衡性能会更加优越。第二个，我们主机采用一个是油冷永磁变频电机，那通过一体轴的连接方式省去了中间的连轴器，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把电机输出的功率直接传递到主机当中啊，保证了这个输出可靠性。第二个，我们的主机底部安装有这个可靠的支架设计，主机跟支架之间有一个这个减震器来隔震，那主机排气管也是采用一个减震设计的这样一个结构，来降低系统阻力的同时也增加机器的美观度。那么我们油桶的这个底部的减震加上主机这个整个的减震设计啊，来保证了我们机器啊的这个振动隔绝处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之内，那降低了整个机器的噪音，也提高了这个机器的能效。好，这一期的这个天琴介绍就到此结束。